石永凯带领的小分队在撤退途中偶遇遭敌人空袭的张司令。张司令，快快，宝儿，宝儿，宝儿，快，卫生兵都拉出来，快救人，快走。守备司令部的李司令特意打来电话，感谢你在危难之中救了他属下的一名作战参谋。那个女人连枪都不会打，还是个作战参谋。你说你竟然在行军打仗中救了张司令的命啊。长官，这张司令的命不是我救的，只不过是赶上了而已。这不是关键，关键的是你知道他包里装着什么东西吗？卑职不知道，也不可能知道。包里装的是南京防御作战的全盘计划。这件事情我觉得有点蹊跷。蹊跷什么意思？之前我在营救张司令的时候发现车顶上做了记号，而且是新漆上去的，这很明显就是给敌人飞机做的标记啊。那这样说来，这件事情不是偶然的，而是有预谋的。你想想看，敌人的飞机放了大部队那么明显的目标不打，专捡张司令的小轿车打，而且他们还在上面做了记号，这很明显就是有预谋。这件事情非常重要，要把这个情况详细报告执行部。你一会儿回去以后立刻写一份详细报告给我。是。还有一项重要任务要交给你去办，委托侍从室钱主任电话通知，下周一在军校举行扩大总理纪念活动，中央军校、陆军大学生全体师生，还有国民党中央、国民政府、军事委员会的党、政、军长官都会参加，特别是委座到会要做重要讲话。这都什么时候了，日本人的飞机天天轰炸，还搞什么什么纪念活动啊。你看你说的什么话吧，这是全民动员，是鼓舞士气。你要带领特务连做好仪仗保卫工作，如有闪失我拿你试问。是。